糖不会是滋味。没有谱的，请到门口拿。这是新的。Thank you.
因为这个地方是跟刚刚那个地方的学区，所以这样子，所以两次不一样，两次是不一样。所以这里有陷阱，要去注意。那个两次很像，一定要搞清楚。这里两次不一样哦，他们是。没错。那你们没唱错，他们唱错了，唱他们不是错的。好，三十三小节，弟兄来一遍。你们是什么？
但寻求主耶稣。
那个有上帝需要叫那个没来的要补今天的课哦，一定要上好听。好，我会通知。好，那个弟兄们来四周小节。哆来咪咪咪发发发。Thank you.
要唱，所以希望你们练的时候要有累积性，不要下次来再练一遍，再练一遍，再练一遍，那我会疯掉。回去该做的 homework 已经做好，不要下次来又干两瞪眼，然后就重来一遍，要累积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唱自己的声部，可以唱谱，可以唱谱，来点四十九小时，会唱的唱歌词。咪嗦哆咪哆。补充整个诗歌里面
他这首有没有英文？如果有英文，可能是从英文翻过来。英文大概是先开始唱，那就看英文的那个他那个五线谱是什么。因为我就看我们中间的那个他补充本，应该看一下这一首的他的那个五线谱。我应该是从我去调查一下。我们请守员利用调查。所以用一个调查出来。隔壁屋。查一下这个，就是主跟副歌的那个地方是不是一样的？可以。那地方怎么样？我们刚刚已经各部有稍微练一下，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，九点整要练习。然后你如果觉得你还不熟，可以写一下，可以吗？好。好，我们中场。